小王，你在这里上班呀？这不左琪吗？我现在是这儿的总经理，还有啊，以后叫我王总。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我今天来。小王，正好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咱们这个项目的甲方啊，左琪左总。左总，你好，左总。你怎么还结巴上了？你把你那个方案。